习老师的习惯，他一定挂念家人、亲友、学生们是否过得好、吃得饱、工作是否顺利、身体是否健康、人生的未来前途发展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、一个爱主虔诚的基督徒，习老师绝对也会挂念大家未来永恒的去向。我的天堂行事历已经计划好，我会去找习老师，跟他多认识，然后再跟习老师一起去拜访孙中山先生，向他请益。这是我们的未来，我们是充满盼望，我们未来是非常非常丰富，而且会永远在一起，不再分离。那个爱，那种的美好时光是会累积而不会中断的。